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立委蔡宜十一号下晡前往六卡水上以及太保视察即饮水的情形。蔡宜表示，有一寡问题还阁需要进行检讨改善，包括在地治洪、六卡大排治水计划加速以及部分堤防的施作。伊也要求相关单位要协助清理加强，尽速恢复民众的正常生活。一位蔡宜在六卡乡长黄金凯、水上乡长林湘婷、第五河川局副局长陈世峰、公路总局第五区永和工程处长郭清水以及管护水利处的陪同下，分别前往六卡乡、水上乡以及太保市勘灾。嘉义赤南溪因为河道狭隘，目中溢地灌进引擎桥卡。水势迅速升高，水上乡中河交流道至永庆桥一带灾情惨重，二台八十二线快速道路多处严重积水，蔡宜要求公路总局尽速提报计划，有关八十二道路地卡路面部分，五号局就来规划好赤南溪地理计划，规划在地治洪的方式，成为机动性的临时治洪场所。三个小时大概下了300公里以上啊，所以在水上太保啊，甚至是六角啊，都有这个普遍的淹水啊，甚至在主要道路是严重积水，然后土石流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今天会勘了六角跟水上啊，以及我们太保田爹寮阿家啊，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基本问题还需要解决，比方说现在整个八掌溪的土壤哈，就是淤积的很严重啊，这些土方是无法去化的，所以我们也得加速来思考怎么去化八掌溪的土方啊，这样会让整个这个溪流哈，它的堤防哈才会有效率的做好防洪的一个准备，然后土方去化之后，可能也需要多一点在就地治洪的一些效果，还有六角大排的治理哈，可能要再加速进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哈，也等赶快来试做。六卡仑洋以及六道川九十号的饮水状况，蔡宜强调，伊要求水利处甲河川局协调，加速整治六卡大排的溪顶，相信一定能发挥成效。蔡宜要求水利处甲河川局尽速协助民众恢复家园甲清理道路，也感谢参与救援的警消甲国军兄弟。谢新闻蔡文东，盖棺蔡文报道。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次叫做夏之雪，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嘉義県の知事大勝良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훨씬 가면 돼요.